里应外合，外面攻打，里面接应，泛指内外配合。爸爸，你在后面，我在前面 ，OK？ 我在前面吧，怕你应付不来。放心，你在后面守住就行了。你来吧，我赶他出来了。我看到他出来了。哈哈哈！这蟑螂终于被我们消灭了。我都说了，我们里应外合，一定能消灭它的。哈哈哈！里应外合，外面攻打，里面接应，泛指内外配合。了如指掌，了解得非常清楚，就像指着掌上的东西给人看一样。狗狗，你平时爱睡觉，上课不专心，考试前不温习功课，还有爱吹牛，而且喜欢欺负我。为什么你那么了解我？哈哈，笨蛋，我是你的妹妹，当然对你的性格了如指掌啊。嗯，说得也是。了如指掌，了解得非常清楚，就像指着掌上的东西给人看一样。料事如神，形容预料事情非常准确。天空布满乌云，看来快要下雨了。哇，真的下雨了！幸好我带了雨伞。我妈妈真是料事如神，她说今天一定会下雨，所以要我带雨伞上学。我妈咪才料事如神，她跟我说不用带雨伞，因为你一定会带雨伞的。啊！料事如神，形容预料事情非常准确。流连忘返，被美好的景物吸引而不想离开。这榴莲真好吃。嗯，好了，吃饱了回家喽。不，我还想再多看几眼榴莲壳。啊？你知道你在这里待了多久吗？足足一个小时半嘞。快走！你呀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流连忘返呢。人家喜欢吃榴莲嘛。流连忘返，被美好的景物吸引而不想离开。明目张胆，形容公开放肆，毫无顾忌。没有啦，小声音，小声音。有客人在这里，有话就直说，别偷偷摸摸这样的，太没有礼貌了。妈咪说不要和客人谈太久，我们要去外公家了。明目张胆，形容公开放肆，毫无顾忌。